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.7 前瞻预告外泄 4.8 新角色新皮肤首爆，纳塔十一郡图开始流传，元神 4.8 卡池公开，爱丽丝建模首爆，定位大叶兰 5.0 纳塔机制爆料，各位大佬好呀，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。首先是外网大佬爆料的 4.7 前瞻封面预告图，卡池安排基本已经实锤了，上半克洛琳德海森，下半福福西格文，至于水神要不要抽取的问题，只能说福宁娜复刻可能不再有任何抽取价值，福宁娜之后仆人开始，以及后面可以预见的三体人策划都在先方设法绕开福宁娜，生命之气只会是其中一个手段，根本不是配福宁娜，纳塔大概率不带你服完，毕竟纳塔也有自己的神，所以福宁娜抽取价值的确没有以前高了，不要指望未来会有多么契合福宁娜机制的大 C， 也就代代原始角色了。大家所期待的璃月混池将会在 4.8 版本再次开启，确定入池的角色分别是七七克勤公子以及甘雨，可能入池的角色是申鹤钟离、夜兰胡桃，同时4月8日新角色确定调香师艾梅利埃，他的剧情瞄了一会儿感觉还挺好玩的，会四处采各种花，妮露有皮肤稳复刻，4.8 会让大家提前了解一下纳塔地图，纳塔有些地方不适合老老实实踩着的走，甚至有的地方滑翔落地前就会被高热量烫死，字面意思用流云散兵这样的角色会方便许多，不过没有这两位角色的也别担心，毕竟纳塔会有坐骑。另外有内鬼透露纳塔十一郡图已开始流传，但是就意思是直接发出来会引起外网争议，不晓得米是要改人设还是怎样，目前确实一共11个角色，4个成女5个男角色，一个萝莉，4成女刚好不同元素，并且内鬼还表示21号之前会爆出来的，别急，总之还是先期待一波吧。之所以现在迟迟不肯爆出来，主要还是角色设计要临时重做。 4.7 卡池基本确定了，克洛琳德加西格文双五星复刻，加一个水神和海哥，两把现武单手剑出现在武器池，应该是首例直接将流水再次拉升到一个巅峰点。有网友统计了老角色复刻等待时间，最应该复刻的分别是申鹤、甘雨、妮露，但是甘雨这角色基本是进入混池了，而申鹤一个限定专服五星基本爆不了多少金币，剩下就是妮露。 4.8 卡池具体情况如下，上半是调香师和莱欧，下半是纳维亚和妮露。调香师作为4月8日剧情的主要人物，虽然不是魔女会成员，但是作为封单最后一个没登场的草系，基本是跑不了，而且剩遗物中还有一套燃烧草套，基本是为他夺身定做的，当然调香师应该不止一个，他只是作为燃烧草系的第一人而已，后续还有更强的草系燃烧角色。爱丽丝建模首爆，定位大叶兰强度 5.0 纳塔，涉及到魔女会，其中可莉的妈妈爱丽丝将会是首个登场的魔女会成员，当然这里再次有可莉的戏份，据悉可莉的妈妈同样是火系角色，服饰装扮都是以红色为主，头戴魔女帽子。值得一提的是爱丽丝和众多的魔女成员建模设计定位是精灵系，长尖耳朵，说起长尖耳朵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攻击执行官，极度怀疑这家伙会与魔女会有很大的关系，甚至应该还有第二种年轻的形态，攻击的形象只是皮套而已。从各方的信息来看，可莉妈妈爱丽丝应该成女身形少女脸型，有点反差萌，如果是按照红衣是火系角色来看，会进卡池，爱丽丝定位是火系的大万叶，从仆人、火龙和火神都是火系，爱丽丝基本无缘火系的设定，而火神是辅助系，那么爱丽丝极有可能就是燃烧功能性的辅助。 5.0 纳塔两个风系崛起， 5.0 纳塔的角色基本是玩火的，蒸发、融化、燃烧，估计是台融化和燃烧，按照纳塔大世界的设定将会有火山地图，而这些火山的上空的高温热气在枫丹火螃蟹山洞就知道，燃烧的地和沸腾的水将会扣减角色的血量，所以角色在纳塔火山探索同样会扣血，
参考雪山，所以伞兵的飞行、闲云的蹦迪应该在纳塔吃香并且崛起。当然说的是大世界体验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